朋友们，万代今年看来是要打折出售海景房了。小龙虾刚出来不久，这个布莱克王呢也出了剧场版。对之前那个一千多价格望而却步的朋友们啊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。这次的玩具全名呢是来自捷克奥特曼第三十八集《奥特之星闪光之石》，剧情呢也算是当年杰克的一个小高潮了。这次的玩具呢应该也是更新的新模具，据介绍呢是采用了不对称建模来尽量还原剧中的造型。 同时，腹部呢加入了白色的阴影涂装，来增强战斗的效果。整体看呀、啊，同之前老版的布莱克王相比呢，差别还是挺大的。新版呢是更显犀利了，而且质感呢看上去更棒，同时涂色呢也是更鲜艳一些。配件方面呢，除了本体之外啊，就是一个印有奥特之星、闪光之石的地台。布莱克王呢将以魂线的形式发售，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开预定，十月出货。定价呢是一万一千日元，折合五百一十二人民币。 五百五十间港币和两千三百零二元台币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请关注各个网店的预订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